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瑜伽五四三文二。接下来呢，带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也是文二的一首原唱歌曲，叫做《绝爱一秒》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评论一下，谢谢。让人们拥抱、爱情也让人们争吵，未来又有谁能预料，能把握当下就最好。爱情是人类的需要，爱情更让人们烦恼。爱情是种慢性要，可他为何还如此逞强？不爱觉得无聊，爱了又怕套牢，谁来研制绝爱一秒？这世界太乱套，那美艳太妖娆，是谁又卷入情爱舞蹈？爱情它只是凭空捏造，爱情只是被幸好，谁能逃离爱情魔掌？爱是哄骗女人的绝招，爱是束缚男人的铁镣，这言语太劲爆，幼稚的推敲，取代不了爱又发更让人们烦恼。爱情是种慢性毒药，可它为何还如此畅想？不爱觉得无聊，爱了又怕套牢，谁来研制绝爱一秒？这世界太乱套，那美艳太妖娆，是谁又卷入群爱舞蹈？它只是凭空捏造，爱情只是被人洗了脑，先为你吃了药，再切断求救信号。谁能逃离爱情魔掌？爱是哄骗女人的绝招，爱是束缚男人。它只是凭空捏造，爱情只是被人洗了脑，先为你吃了药，再切断求救信号，谁能逃离爱情魔掌？爱是哄骗女人的绝招，爱是束缚男人的铁镣，这言语太劲爆，幼稚的推敲。谢谢。